所以咧喺上邊咧，除咗爹哋嘅作品，我亦都有一啲學生嘅詞課，咁啊展示出嚟，咁希望所有嘅前輩、書法嘅同好，俾多啲意見我，咁啊。
方面可以繼續進步，亦希望日後多啲人中意書法，愛好書法，將中國文化喺呢個異地麥地根啊德間可以留啲異鄉，咁呢個就係我最大嘅願望，亦都係今次書法展另外一個願望。唔知道再講咩好啦，不過多謝大家，咁啊，多謝大家。睇到好多古文嘅嘢，但系写嚟写去都写唔出自己心情。咁我哎呀，到到最后嘅一分钟都系冇攞住个纸个稿纸嚟讲。希望大家唔好笑我，多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